小姐，你没事吧？他说他最近很忙，我还以为他有什么急事，我想相信他，是今天我才发现他的急事居然是我的好姐妹。我看到他们在接吻，那样子就像吸尘器一样。对不起对不起，我不应该笑，你的男朋友真是个混蛋。那你现在比较好点了吗？我已经和他分手了，在这里哭了好几个小时，眼泪都快哭干了，我现在已经好多了，谢谢你。不客气，那你不要再哭了，我先走了，再见。哎，失恋女，心情好点了吗？什么失恋女？我有名字的好吗？我叫小雨，像你这个外星人。什么外星人？我也有名字，我叫银河，还亏我带了糖果给你吃呢，好心没好报。银河，那不就是外星人的名字吗？糖果可以留下，你……好，我把糖果留下。失恋女的脾气一点都不好，再见。走好，送。还记得上次你买给我的糖吗？在哪里买到他们的？我找都找不到哎。当然找不到啊，那是我从未来买来的糖果哎。你当我是白痴吗？我是说真的，那些糖是我从未来买来的。我啊，可是来自2100年的未来人呢。好，如果你真的是未来人，那你说这里以后会是什么样呢？这里呀、就在那里，有个很壮观的树。在那树下有位老婆婆，老婆婆每天风雨不改的都会来到这里，她会坐在树下，每天面对着我，对着我微笑。可能是我长得比较帅，哇，可是个万人迷啊！万人迷才怪嘞！我是说真的，你不信就算了。好吧，我这个未来人该回去了。你可以带我一起走吗？当然，我们明天就在这里见。我们就一起到未来看一下我们的未来是怎么样的。那就这么说定了。没问题。喂，银河，你在？雨婷吗？我是银河的朋友，他昨天出了车祸。什么？他不在了。不可能的，他是从未来来的，他不可能就这样走了，一定是在骗我。你冷静点，听我说。他答应过带我一起走的。